非常感谢 Asia Fashion the World 活动大使木村拓哉先生，还有林志玲小姐莅临现场，欢迎两位 ，Welcome。好，我们请木村拓哉先生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说几句话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木村拓哉，很高兴来台湾，谢谢。私は木村拓哉です。台湾に来れて嬉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么再来邀请的是我们的林志玲小姐，这一回也是以 AFA 活动大使的身份来登台，也跟大家打声招呼。所有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志玲，你们好。好。林志玲です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那这一回呢，是以 AFA 活动大使的身份，聊一下心情如何？我觉得很荣幸以 AFA 的大使的身份和大家见面，还有和木村先生同台。那我想所谓的时尚它应该是非常的广泛的，包括可能建筑文化美学等等，还有最重要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。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做自己的时尚生活美学家，我们也透过今天晚上的热情，把亚洲最好的热情时尚传递到全世界。谢谢。热情在哪里？最热烈掌声给我们的木村拓哉以及林志玲，非常感谢两位的致辞。